一系带的都是蛋面，我极其怀疑你俩是商量好的。国际知名的大网红又来作妖来了，今天干嘛呢？今天去北京名媛一位姐姐家里当美食鉴赏官，所以打扮得很浮夸呀。美食鉴赏官，这不就蹭饭去吗？能不能说的国际一点？那你这是还带了一个女神的戒指啊？够横吗？特意选个女戒，毕竟去姐姐家吧，能不白去就不白去吗？姐都那么多珠宝了，能要吗？那太不了解女生了。今天我带她走出她家门，从她家门出她的那一瞬间，绝对不可能再出现在我手上。我就喜欢这自信的一点啊！但你一定要给我打好配合。进门第一件事问姐干嘛呢？姐，你最近买什么珠宝了？带我们参观参观，一定要。参观一下他的珠宝 啊！我不配合，必须得配合。你就打算空手其实去了啊？不可能，我给他带了伴手礼。好了，我们到了，一会儿顺便让你们看姐姐收藏的一些珠宝什么的啊。最主要的，看看门都给我留好了，自己主动花钱，留给我们要自己拿有诚意，显得有诚意是吧？姐，人呢？啊！你带伴手礼，哎，我的天，又给我带这个，真的超好。看我和姐多心有灵犀，带的都是蛋面，我极其怀疑你姐俩是商量好的。你这个当时怎么不推给我这一款呢？你看这个颜色多好看。那时候没有呢，姐，并且这个我都舍不得出。看来你笑什么呢？这是秘密啊，秘密。让我研究研究。看姐看的多认真。哎，姐，今天你有收藏什么财宝什么的吗？给我们拿出来看看呗。那姑娘也收了，你那么喜欢财宝。对呀、啊，姐收藏的珠宝，真的大家可以开开眼界啊。好多明星的财宝都是朝姐借的。真是啊。给我们看看吧。我也想看。看姐给拿回来了一大盘啊，刚刚出正月，还没出正月呢，今天最后一天就已经收了这么多2022年，但我感觉今年好像以全是一些设计款为主的啊，但是也有可主的。一颗那什么？海螺珠啊，得十几卡了。十几卡了吧？嗯。很颜色很正。好看啊。我还有个帕拉伊巴，哎，今天你怎么喜欢帕拉伊巴？我见你不喜欢帕拉伊巴呀。哇，颜色也好看啊，颜色很正啊，嗯，啊，还有套祖母绿，祖母绿一个大戒，哎，这个得有多大颗了，姐？这个有20多了。这对耳钉，哦，这对耳钉好干净啊，啊，好看，这对，这对好喜欢呢。我也喜欢祖母绿啊，这对，这对太漂亮了。你看姐一直在研究呢。哎，但是今天你好像没有收翡翠呀，一个翡翠没有。那这一颗，这个我今天带来了，你就别拿。我超舍不得收，我就想养养，到时候感觉今天不要拿走了呗，姐跟你商量。给你了，给你了，哎，又少一件好货。